现场以及屏幕前的 Saver 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八周年庆典的现场。那么经过最后一场殊死搏斗，我们终于是角逐出了两支代表中国出征 CFS 世界总决赛的队伍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激动人心的出征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让我们首先有请 CFS 2016中国区总决赛的亚军战队，他们就是 TGF， 掌声有请。有请微剧战队，有请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对你们太熟悉了，开个玩笑。马队长，你不会生气对吧？你不会生气，我相信现场以及屏幕前的 Saver 们已经生我气了。那在这里，你可不可以说一句你原谅我了？没有，不管主持人还是选手都很累，希望大家理解。对，因为其实今天最累的就是我们的危机战队，因为他们今天整整打了两场的比赛，那么最终呢，他们还是收获了我们的第二张入场券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让我们再有请的就是我们 CFS 中国区总决赛的冠军战队，他们就是 AG， 有请。Hello， 欢迎。那此时此刻呢，大家都非常的激动。我身边的两支战队即将代表中国出征 CFS 2016世界总决赛。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在出征之前喊出我们的口号，好不好？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吗？好的 ，CFS， 我们来了。可以重来一遍。重来，重来，重来一遍，卡掉，卡掉。一起喊，一起喊，来，好，一二三 ，CFS， 我们来了。此时此刻，所有的玩家们跟我们心中都是一样的激动，因为这是代表荣耀与梦想的时刻。那么五星红旗高高的飘扬在我们的舞台上空，也预示着两支战队即将出征。那在这里，我们全场的玩家预祝他们能够为中国再次赢得世界冠军的奖杯。让我们全场一起来喊中国队加油，好不好？我来喊三二一，好吗？好，三二一，好的，相信我们的选手们都听见大家的心声了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一定会等着你们的好消息。那么今晚呢，我们也感谢我们所有 Saver 们在八年来对于穿越火线的支持，以后也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。希望我们的战斗、青春、梦想都永不止步，希望我们的枪战也永不止步。那么今晚呢，我们的穿越火线八周年庆典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最后，我们再次感谢龙珠直播、斗鱼 TV、虎牙直播、熊猫 TV、乐视游戏频道、小米视频、微鲸、QQ 超级会员的大力支持，所有的 server 们，我们九周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